是泰可是武媚，在下正是。在下金英，欲邀师太尉朝廷效力。一介女尼，何德何能？大人，你抬举了。吾爱有心即可。凭你早已四大皆空，一心向佛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武媚。 你如肯归顺，可既往不咎，保你颐养天年。众生世界有生必有死，凭你早已参透。千妹，朝廷早知你我有交情，故特派我来相劝。我知道你一直恨我，可是当年情势险急。 我为了保你和我们的骨肉一面，我才回归师门的。我的一片苦心，以为你会知道。后来，我一直找你，但是没有消息。千妹，我们能不能重过山中的日子？我愿意放弃现在的所有一切。 你愿意放弃所有荣华富贵？我愿意，只要了结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告诉我四祖的下落，助我明志。金玉，你真的太卑鄙！这种话也说得出来？你根本不是人！人死留名，我不但流芳百世，也无一臭万年。 拥有的是权力，当我者死。 快走！快走！
你快去帮永俊，他心地善良，不够狠意，我怕他打不过季英啊。恨心不重，难以杀死静音，所以我愿意自己死。你怎么那么傻？
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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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